下面是加拿大选手邦德胡玛丽和普莱林。朋友们，以上您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的表演，现场还是来了非常多的观众为加拿大选手来加油。这两名队员应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，但是他们总的感觉呢，力量不够，整个动作有点黏，比较软。两个人之间的同步性保持的还可以。这个同步性对于花样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步性包括队员与队员之间的同步性，还有动作与音乐之间的同步性。在这个就是完成分当中，一共是两个分。第一个完成分当中呢，主要是裁判要考虑的因素就是 B 座动作的完成情况，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那九个动作占到了完成分里面的70%。剩下呢就是附加的一些难度资源中的其余部分呢是占到了30%。来看一下他们的分数，技术分一个9.5，然后是9.4，还有一个9.5，他们的技术分是47.333，而总体的印象分呢则是3个9.5，这样总分是94.833，这样加拿大选手就超过了意大利队，目前暂时排在第二位。